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皇祖母，安宁在此向您谢罪，请皇祖母保重身体。安宁不孝，建安侯府比往日更显凄清了，毕竟改做了刑部大牢。狄家既已洗冤，明日我便向陛下请旨改迁刑狱，重修侯府。素媛，太祖有遗旨，封你为太子妃。太子妃之位，只属于你。先皇许我太子妃之位，可问过我是否愿意？今上留我太子妃之位，又问过我是否愿意？又如何呢？反正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。去找